哇塞，现在哇，美食不想做，拍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，今天到厦门来了啊。厦门美食主播老胡请我们吃这个潮汕牛肉自助啊，听说有海鲜，168一个人，听说不错啊。今天我来给老板上一课，看看厦门100多的牛肉自助都有什么。这边水果啊，这个牛肉现切的牛肉啊，兄弟们啊，牛肉自助好像自己很少吃啊。那这有什么啊？还有各种组织类的啊。漂亮了，这我的最爱呀、啊！这个牛肉看起来不错啊，看起来应该是鲜的，兄弟们，哇，这是食欲啊！烤榴莲，100多的牛肉自助里面有烤榴莲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听说这玩意儿很贵，一会儿一定要多吃一点。今天我要吃过瘾啊，很少吃这个牛肉自助，一定要吃过瘾。平常买一斤牛肉都不便宜。还有凉菜，我带你们看看，兄弟们啊！哎呦，乖乖，这大骨头太大了，凉菜。哇，这猪蹄子嘛，这个我喜欢。这边还是凉菜，这是啥？哇，这应该是凉拌牛肉。哇，牛肚，牛肚，这个我喜欢。这边还有海鲜啊，兄弟们啊，生蚝，带子啊，带合肥很少见，半头虾，各种小海鲜啊，兄弟们，不会是这种海鲜比较多的事儿？你看，我的天，是吧？须虾啊，这是须虾，这个是明虾，100多个电子自助有黑虎虾，看到没有？老板，你这随便吃是吧？随便吃的。你确定啊？都可以。哦，好，我这个体格，到时候你不要后悔啊。不会，全场免费的。OK。168的海鲜自助，兄弟们啊，我就专捡贵的拿，看到没有？榴莲随便吃啊，专捡贵的拿。必须给老板上一下啊。好。黑虎虾，兄弟们啊，真的黑虎虾，哇，鲜的，必须搂过瘾今天啊。须须虾，我的妈呀，这老板今天往饭上的哭。哎呀，来吧！哎呀，老哥，既然是吃牛肉火锅，咱们牛肉不能少，兄弟们，这是漏的啊！今天看我们拿的都是什么啊？牛肉啊，火锅，今天一定撸过瘾，拿了一盆这个海鲜，都是活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哇，你看，来吃一吃，给个反应，来，哇，哇塞，海鲜干，哇。不能确认了，哇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赶紧走吧。今天谢谢胡总的招待啊，还有我们熊二兄弟的，谢谢胡总啊。吃饱吃撑，我一定要给老板上一个。熊二兄弟打招呼啊。要吃这个先吃贵的啊，榴莲。这榴莲好臭家伙。榴莲第一口吃起来臭，越吃越香。再来一个。哎呀，啊，越吃越好吃。哎呀，那个海鲜还没煮好啊，牛肚我的最爱了，乐的。哎呀，过瘾。牛肉很快，你看几秒钟，乐。今天的主菜牛肉，蘸上酱来。二弟现在单价上去了。来，蘸上我的秘制蘸料啊，乐，真香。可以吃去，继续捞啊，兄弟们啊，继续捞，配我的蘸酱，这好吃。我特看我自己的酱，哇，老板，试一下，真好吃。我吃这么多，感觉跟塞牙缝一样，继续捞。哎，不能光吃要喝啊。一点这个钱没有，除了东西。哇，我说我是厦门自助王啊！哇，开锅了，兄弟们啊，满满的一盆海鲜啊，今天撸过瘾。海鲜啊，这一盆我随随便便把它干掉，来，撸它。你说那你装完了，我装什么？啥？你要问他。
过瘾。一份200块，200块，才这么一点，那我今天要干10份，太少了，我以为要500份呢。他说，但是吃啊，但是又是性价比。嗯，这么说，这个肉不会那么干燥，就感觉不像有的死的，吃起来很酥很干，非常嫩有嚼劲。剩下那个汁也了。哇，真好吃！那是你朋友是吧？啊，对，人家不领回去。昨天晚上我们。你这个袋子不是给我吗？你好，帅哥，这个整体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都是很新鲜，哎哎，好，我吃这么多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不介意，只要是说你们不要浪费就可以，可以拼命造，啊，真的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吃啊，杜绝浪费，啊，那我真的要吃了啊，好，可以可以，没关系，嗯，好行。那我都没得打了，你说，来兄弟们啊，继续落了。兄弟们，我还是没吃饱，感觉塞牙缝一样的。我再给你录海鲜，继续录。再拿点牛肉，一会儿继续录海鲜。再来点牛肉啊，兄弟。嗯，要不这种。兄弟们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吃了，但是我肚子实在是有点饿，我再去稍微再拿一点点。刚才吃了半天，我特别喜欢这个明虾，多来一点，再多来一点，给他们录一本。